梁繼昌議員，主席，用翻陳家洛議員做例子，佢係一個教授，亦都係一個議員，但好多時當然啦，一個海外嘅機構請佢做一個，比如一個講座，可能佢以嘅身份就係一個學者，但係當然喺個公眾嚟睇咧，你根本就將兩個身份已經混埋同一體㗎啦，咁所以咧。 如果喺呢個情況底下咧，我都希望咧嗰個申報咧係從嚴，就唔係重複，即係話如果佢以個學者身份去咧，佢係立法會議員嘅身份，但係亦都係，咁我覺得咧都應該申報嘅。嗱，第二點關於申報嗰度咧，亦都係咧，我覺得呢個時序方面係有問題，而家係14日之內去申報，但係如果我哋可以提升翻話。 出發之前咧，就唔該你將你嘅行程目的地點時間，去嘅理由，贊助嘅機構寫得一清二楚，仲要係出發之前做曬佢，呢個第二點。嗱，第三點，今次國泰事件其實，我睇翻我都收到成百幾個電郵，咁其中反響最大就話，如果你係非公務性質嘅即係款待，咁你嘅家屬點解又要去呢？你可能仲都有啲公務嘅，咁你但係當然你嘅家屬究竟佢嚟做乜嘢嘢咧？當然呢個係禮貌性質，即係一個機構可以即係要請埋你嘅太太或者家人。咁但係我諗咧，家屬嗰個部分咧，我都希望係會即係自費俾翻錢出嚟。嗱，當然你又唔可以逼。 即係你個家人去俾錢嘅，佢即係正如你話齋，佢就接受咗個款待，佢自己要去。咁當然作為議員，即係唔該議員就乖乖地即係俾翻家屬嘅錢出嚟，就會平息翻啲公眾嘅疑慮啦。唔該，主席。